前警察队接获民众报案称啊，有一名男子于本月25日17:35，在台北车站啊南线 B1商店街啊以喷洒辣椒的方式啊，造成路过民众口鼻不适。警方到场了解发现了，经扩大调阅监视器影像，目前已经锁定犯嫌特征啊，继续侦查中。啊，由于辣椒水为刺激性的物质啊，对他的喷洒可造成了发麻啊、灼伤、痛感、红斑之不适反应呢。大量喷洒对于人体而言呢，有相当之危害性啊，具有杀伤力之物品，故无故喷洒辣椒水，恐触犯刑法第277条伤害罪。